下载有宠 APP， 观看更多精彩内容。你不扫一下吗？汇聚一周精彩，有宠创造快乐。Hello， 各位铲屎的，举起双手，让我们嗨起来！哈哈，再一个星期就又有三天小长假了哟。在这 happy 的三天里，每分每秒都得瞅着这些傻呆怂懒的小动物们，天了噜，尴尬癌都要犯了。救命啊！好马的汉子，你威武雄壮。Wave。耶！本周最逗逼小萌物，被玩坏了，被玩坏了，他能不能愉快的玩耍了？哥斯拉是红领巾，是活雷锋。哥斯拉本着"人类虐我千百遍，我待人类如初恋"的精神，化身奥特曼。本着拆散一对是一对的心情，解决了小怪兽夫妇孤独的背影，深藏功与名。好了，这些都跟以下分享的微电影没有半毛钱关系，一起来看吧。本周最萌哥斯拉鼠，好不好吃？吃那么多小心拉肚子。小时候有没有听说过猪的四大愿望嘞？四周篱笆都撤掉，天上往下掉饲料，世界屠夫屎翘翘，全球人民信佛教。看完接下来的猪熊们，相信你们也会有铲屎官的四大愿望了。What a lovely surprise!广播体操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二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。本周最上进二师兄，呆子，师傅被妖精抓走了。今天你 happy 了没？今天你抽抽了没？今天你嘚瑟了没？如果你看完本周节目之后自己发呆傻笑的话，那就证明你初恋了哟。
如果你出列了，就顺便来扫描下二维码吧，就在旁边了，你不扫一下吗？好了，要要这个呢，不说了，看完投稿我就回家玩喽，拜拜，么么哒。I just go. I don't like it. No, I love it.